迄个夫人敢真正只是来找哥讲代志啊？奈感觉伊拄只一直了紧紧看，袂随那甲我当作伊水果咧见同款。哼，我无介意。是面包刚出炉的味呢，而且还有黑糖的香味啊！敢会是黑糖包浆包啊？啊！哥最爱吃的，来买一挂。肉桂卷，你知道跟我进去走后吃？其实我刚做，我做该旋转木马的呢。因为我细汉的时阵，遐旋转木马有足侪、足珍贵，也够足快乐的回忆。我是唔知啊，我现在才介意旋转木马。我敢来知啊，我大概看到旋转木马伫遐坐起来，我就会感觉特别安心。我嘛是呢，我那想要即摆就看到伊。吴新贤，那些多好啊！你嘛在家？因为我在家等你啊。等我？你也不是算命先啊？要来怎样？我会经过家。哦，一定是因为你在家买买蛋糕对无？这不是，我是真正在家等你。卖个乌龟法卷啊！哎，啊，听我呐，你敢不是讲？你袂讲我看法犬足奇怪的哦、喔。我唔是感觉你奇怪，我是无希望别人一直看你。相哥，你真水。哎呀，哎，这款奇奇怪怪的话，莫阁讲啊啦。兄，这时间你来无去上班啊？哦，其实我阁真正会当家己做挂天，是毋是要去上班咯？我甲你讲啊，我才替公司讲好一个大案件，所以你只要一句话，讲你需要我陪你，我今日就免上班。差不多。我是讲真实嘞，那无你陪我去一个所在，我甲你保证，你从来拢无看过。这样碎，这样豪华的旋转木马，旋转木马，谢谢啊！你无骗我哦，我无骗你，我会当骗所有人，啊，不过我绝对袂骗你。你若是谢过我这个朋友，我即摆有载你过去。吴静玉。你敢准备好要跟我勇闯新世界啊？勇闯新世界，小雨，准备好了没？我们要勇闯荒野大进步了！你讲的那敢米姑这么参详啊？米姑，米姑敢会讲话啊？行啦，我袂跟你白聊的。敢那洪太爷没来安尼，车在遐。哦。就是这一家，你看。
金玉，你想怎啊？可不是逃了起来。阿伯，你车在顶上啊！阿伯。进去，有车要来啊！进起来，有车要来啊！进、啊，安坐吧，啊！我可能有把车撞起来啦，唔好搞死我！拄我警察，我车顶把车拉起来。你现在开车啊？驾照上咩啊？哦，算我唔招啦，你人冤枉无？无代志啊？失礼啦，失礼啦。新月，你拄只是安怎啊？你可以涂骹安怎，又安怎，反正拢无爱起来，安尼真正足危险的。海生啊，我拄仔洋洋，头壳内底出现足侪奇奇怪怪的画面的，我感觉足惊吓的。然后我连啥物拢注意袂起啦。唔免惊，应该是过去离开的记忆全拢出现啦。这是暂时的，过去无代志啊。我看你的面是无啥好呢，那无咱临江再去看宣传木嘛，我先带你顶去看。多谢你。来。来。啉一挂茶。情绪会较稳定。多谢你送我回来啊！是讲你若知影要用这什么草泡茶啊？看袂出来，你知影要安怎照顾人？你莫看尿无点哦。哦，你莫抓准手，恁哥也要照顾人。我甲恁哥年岁嘛差不多，伊做会到的，我同款嘛做会到。重点是，我有信心，敢才照顾你一个人。你安怎吧？哈！讲大人大庆啊，啉茶水嘛砸掉啊！啊！哦，你莫伫遐后壁讲话啦，我真要恶心。讲话咧，你之前讲我啥装可爱哦？啊，你唔是同款？三十几岁啊，搁有人咧撩妹？我撩妹？我讲的拢是真心话，我是真正要紧你的。什么咧要紧啊？别讲话，咱两个才熟识无偌久尔，我要哪有可能变作你什么要紧的啦？其实我嘛唔知要变作解释，啊，不过我讲的每一句话拢是真心的。我看到你拄着危险，
我就唔知影倒位来勇气，我想要保护你，无想要让你受伤。我爹，我讲的每一句话拢是真心的，绝对无骗你。之前我妈无替我介绍真侪查某囡仔，啊，不过因拢无采取你这样特别，唔知是安怎，就干那伫你身边，我才会当真正感觉安心。那么轻松。你一定是感觉咱两个同病相怜呐、啊，啊，至少这世间上有另外一个人跟你同款，拢这么凄惨。不是凄惨，是好运。我讲过啊，咱两个人真特别，无人参像咱同款会当过两种无同款的人生。所以咱就要好好去享受这个美好人生，用心去爱，用心去感受这卖快乐，敢不是？用心去爱，用心感受快乐。安尼就对啊。嗯，别看，你的笑容这么好看，这么水，你得加笑，莫阁摇头夹面啊，知影无？哎，我跟你讲话，你看来笑来。我唔是这意思，你莫误会。啊，系啊，我跟你说话。啊！伊一定是等无我倒去店的底，所以毋才想讲要问我伫倒位。要，你无爱食吧？我替你食吧。哎，没。喂，哥。喂，金宇，你总算接电话啊！啊，你毋是去捡香槟？那今日久还袂转来，你走去倒啦？我就烦恼你呢。你免烦恼啦，啊，我着经香槟经理后，我感觉有淡薄点啊，啊，想讲哦，你还搁伫个店内底，而且你有朋友找你，啊，你一定甲店过来啊，所以我唔只早当来厝内底歇歇困一下啦。好啦好啦，你免烦恼啊，先安尼啊，我稍等下回去啊哈。你好，对伊搁讲白茶，你无乖哦。是因为你害我的，搁来对我才来。会当让你骂，搁会当安尼让你砍掉的，嘛袂歹。哎呀，好啦，莫搁直接讲讲我是啥的，我明天看看，我爱赶紧登掉。信贤哥，你敢还搁咧对我生气？我甲你回信咧好无？昨暗我只是想要替你出气，才会对你的救命恩人歹声说。拜托啦，你莫安尼，无爱插我好无？